你当然可以现在杀了他，反正有整个黑石城为他陪葬。七姐说了三个条件，每达成一项便可换黑石城三分之一的平安，区域你们自己换，我们不计较。为昌东续命，只能换三分之一的黑石城。龙傲先生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整个关内也只有我愿意做这么傻的交易了。但凡我咬个牙心一狠，这三个人我不要了又能怎样？而且阿和说漏了一句，所有条件都必须要以昌东活着为前提。清闲一续三年，被昌东续命换来的是三分之一个黑石城，三年的平安。昌东家主，这儿不好。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病情危重，心脏骤停，正在抢救，保平危。我们一定会全力抢救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。这是病危通知书，你们签字吧。这样，龙家、千家，还有雨林城，就会有三年的平安。只要你拨弦。叶流西，拨弦收弦都在顷刻之间，就不怕我出尔反尔，要了昌东的命？我怕什么？去的是昌东的命，也是你们全部方氏羽林内的命。你当然可以现在杀了他，反正有整个黑石城为他陪葬。
刘西，你成功了。钱老太太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劲，布下了这么大的局，这不是我要的西出玉门。龙志，我们都是按照你们的吩咐做的，凡事不可强求，这就是西出玉门。